食蚵仔面线，既然会食出人命，加油！一个80岁的陈老太太，伊食一碗蚵仔面线，因为蚵仔无煮熟，感染着细菌，送医病院了，不幸死亡。相片中，陈老太太正卡，规个拢肿起，白色的部分是大面积起水泡破去造成空脆，脚部的乌点是败血症引起的。陈老太太当时因为发烧，被送入病院急救，大腿、脚盘都像安尼，四处拢是水泡。最后，老太太因为败血症休克，加困血症死亡。这个海洋无菌这个东西会经由这个肠胃道的转型，跑到血液里面去。医师经过检查发现，老太太是感染海洋无菌，像食到无煮熟的蚵仔、海产类，或者是空气接触海水，拢可能会让海洋无菌感染胃动道。若讲免疫力无好，就会像老太太同款发烧、休克，引发败血症死亡。老太太死因可能就是伊在新进前食到一碗香公公的蚵仔面线，看内底蚵仔肥个大粒，好真侪人看了挡袂牢，一嘴煞着一嘴。但是更加好食，拢爱小心，蚵仔一定要完全煮熟，若无小心感染到海洋无菌，可能就会让人连命拢无啊！记者综合报道。